妈听到了，我以为我妈还以为我在看小视频呢。你是不是吃了伟哥跟我接单的呀？ Penta kill。 你看这个五杀拿的太简单了。然后老板晚上好，能听到吗？晚上好。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听不见你声音。我声音很小吗？声音有点小，把那个音道调大啊。声音大，声音大。哎呦哎呦哎呦，你给我耳朵，我戴的是耳机啊，你给我耳膜给我炸裂了。等下在家里啊，跟父母住啊，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窥我？尬不尬？我现在想给你投诉一下，我感觉你有点神经病。作为一名富二代，你这么撩我，我平时见的小姐姐可能比你吃的盖浇面盖浇饭还要多，你不要这么撩老板好吧。像你这种臭妹妹我见太多了，见面就是舔我，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抱我的大腿，然后多点你几单，让你吃上盖浇饭？哼，想的太有。没有，我就是在给你分析逻辑，你知道吗？分析逻辑。小姐，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像我一个上学的时候的初恋，让我很难受啊，感觉你声音挺像我的之前那个初恋的。啊？不会吧？那不然呢？怎么会难受呢？你不可能被你初恋甩了吧，哥哥？甩？怎么可能？毫不夸张跟你这么说吧，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是全校的校草级别的。之前我有玩过人人网吗？在人人网里面都是校草级别，怎么可能会被甩呢？你这个小姐姐。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会难受呢？因为我的初恋后来跟别人跑了。你在笑啥？老板我想问你一句，头上长草和被甩有区别吗？你带盾干嘛？他喷我。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小姐姐讲话有点阴阳怪气的呢？老板在跟你讲我的辛酸史，对吧？你不安慰就算了，然后呢？你还在这边补刀，我等一下就给你来个举报，你信不信？不要，不是，老板，你要讲道理好不好？讲啥道理？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逻辑，你跟逻辑不太对，你知道吗？嗯。我在跟你分析逻辑，你知道吗？你说我的跑题哦，你说我的逻辑不对，我的逻辑咋不对了？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结果他跟别人跑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讲道理啊，有啥问题？我懂了，我现在听明白了，原来老板你是单相思，不对呀，你不是校草吗？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女朋友啊？要么你是直男。你再这么胡言乱语，我小心我告你诽谤呢。你了解我吗？你怎么就说我是直男呢？那你说说。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故事吧。OK。像之前我读书的时候，之前那个女孩子，当时一个人在家，她父母出差了，对吧？她有点害怕。当时我当时是高中嘛，我也没什么钱，我就给他买了什么呢？买了个防狼喷雾和这个电击枪来保护他，送给他。结果他说我什么呢？结果他说我这个说我脑子有问题，你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吧？我当时本来就没什么钱，我给他买个防狼喷雾和电击枪，让他防止这个，他一个人在家里嘛，对吧？他父母出差了。全军出击。老板，我发现你不是直男，你是一点不懂情趣啊。我咋不懂情趣？别的女生像我这样的女生，我觉得像我这样从在学生时代就给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已经很少了。我觉得你们这些小妹妹其实应该知足的，懂吗？这么小小小的年纪就可以想这么多。讲道理，为什么你们女孩子不喜欢跟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呢？不是，你知道吗？人别的妹妹就是你的初恋对象啊，人家是想让你去他家陪他，结果你给人家买道具。打野可以来抓。买道具咋了？我买的又不是情趣道具，我买这个道具让他保护自己有啥问题啊？那个买道具他自己保护自己这个未成年少女，我觉得就挺好的。当然我也不傻，
我是个很聪明的人。你有没有去过他家？我，那你还真别说，那我还真去过他家呢。你以为我翻墙？我好脚法，好脚法。我给他买了个道具，我怕他不会用。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呢，他也让我去了。你真以为我傻？我给他白白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给他买东西，我不去他家干啥呢？肯定要去他家呀。然后呢？去他家的时候呢？去他家之后啊，去他家之后，然后干嘛？能干嘛呀？男孩子去女孩子家能干点啥？你仔细想一想。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问你嘛。就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呢，这个好像是夏天，这个天气比较热，他正好要洗个澡，对吧？但是他洗澡呢，我就很搞不懂，为什么他洗澡他的门呢他不关，就是那种虚掩着，对吧？留一点点缝的，你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当时我这个，对吧？老师教我的道德，咱不能偷看女孩子洗澡，对不对？他没有关照，后来发现他洗的是冷水澡，然后呢，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呢，喜欢洗这个热水澡，夏天嘛，你肯定一般都是洗冷水澡的，我怕他可能会这个中暑，后来我就拿了一盆冷水呢，直接浇进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然后了，你能给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对吧？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他家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今天晚上啊，怕他可以一直继续追。哎，你过来干嘛呀？游戏。他嫌弃我，他不让我跟他了。你给我走啊！你不要吃我的经验。我不嘛不嘛。跟谁撒娇呢，臭妹妹？你给我走啊！赶紧下路。没有撒娇，我再给你，你先听我给你分析好不好？你跟我分析啥？你浇人家冷水这一举动让我感觉到我基本上真的感觉是在跟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打游戏。哎，你走啊，你别上我身了，你去下路啊。我老板，老板这个经验都给你吃光了，老板你干啥呀小姐姐，什么意思？你们女孩子就喜欢那种老色批是不？见面就干一些羞羞的事情是不是？你们这些小女生现在是什么思想？不应该谈恋爱先，对吧？先应该互相了解一下对面的性格，对不对？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正人君子？像我这种为人正直的人，为什么女孩子不喜欢呢？难道见面就开始卿卿我我吗？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直接进入正题。他们活不长。后来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从此立志我要当一个渣男，但是发现我听到渣男有很多标准，我还不好像有一项标准不对吧？我感觉这些女孩子配不上我，对吧？是吗？那什么样的配得上你？什么样配啊？现在女孩子有一点问题，就第一眼见面她就想贴你身上。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她手不老实啊，我在开车她手在那边。他动手动脚的，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对吧？不懂得，这也太豪放了吧！这男女之间应该保持一点距离。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不行呐、啊，那刚，对吧？在网上聊点时，稍微聊一会儿，现实就开始动手动脚。你让我怎么敢找女朋友呢？是不是？他跟我动手动脚，他也跟别人动手动脚，怎么办？是不是？那肯定不会的，那万一人家开放只是对你呢，是吧？你是不是这种女孩子？嗯。那我肯定不是啊，我这么好，你看，咱一见面之后是吧？你说你饿了没有吃饭，你看我都第一时间想的是给你买吃的。给我啊，也是啊，确实，你这样小姐姐也不多了，可以。就冲你刚才这样，我觉得有必要跟你深入了解一下。我想给你来一刀，什么意思？你想一刀把我怎么样？我想一刀给你带走，给你怎么样？
再去了，再去你家吗？再去我家干啥呀？去你家还能做什么？孤男寡女。这一波卡莎，我救了你，你怎么？快点，救命！哎，你什么意思？你犯病了？你吓我一跳！你给我下体！你是不是犯病了，小姐？你是不是犯病了？发情了是不是？嗯。发情不应该不是这样吗？发情不应该是？我以为你差点去了你，我以为你差点当场去世了。吓我一跳你！这不是还没去你家吗？怎么可能去了呢？咋的了？我单身，你想怎么样？你是不是我们有时间约一下？咱们俩约一下拳击怎么样？我这个人平时偶尔喜欢打打拳，正好缺个肉靶子。打拳击吗？什么类型的？是在？没有，我看你挺欠揍的。我家还是儒家。我不管，我看你挺扛揍的，想跟你来来拳击。像你这种天天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得痔疮呀。你哪里的？你是不是就得过？我是得过。你过来，我给你看看。我还真得过。别动，你在哪？我来给你看看，你是不是有痔疮？别动。哈，我有点受不了你了。我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一下。啊。你别跑，老板。屁股轻轻撅起来。你在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狗屁！你在，请这位女施主不要搞黄色。我没有搞黄色，我认真的。你不是说你屁股长痔疮了吗？我说，小姐你是哪里人？你是不是日本的？喜欢搞黄色你？我没有。那你哪里的？我之前兼修过一样东西。兼修就是。学医学肛肠科的是吧？不算肛肠科吧？那你是啥呀？你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你不是学肛肠科的，你给人家看痔疮你。我感觉你是不是被我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你怎么一直在撩撩我呢？啊？没有，可能是我单身久了吧。单身久了，你什么？看狗都是眉清目秀。看谁呀、啊？看狗？谁是狗？我是狗是不是？好，我记住了啊！你妈老板是狗。老板没有，没有。哥哥，我记住你了。我这个很记仇的，你妈老板是狗。宝贝啊，没有，不是的。那你不行啊！我投诉你，我肯定要投诉你。你说妈老板是狗。老板。哥哥，老公，我给你投诉行吧？你是不是癫痫犯了？别搞啊！老公，大招一甩，来铁头阿公，谢谢老板，漂亮！你这样的小姐姐太轻浮了，喊怎么这个东西能乱喊呢？我得点名批评一下你。没有，你不是要投诉我吗？投诉你。你这个不能乱喊啊！这谁顶得住，兄弟们？这个，哎呀，这个我靠，这谁顶得住啊？我聊不过他，兄弟们。我错了。这聊着聊着，等下要干坏事了，等下。看好我的位置。来来来。我死了。你是不是癫痫犯了？建议去看一下神经科。不是，这是女人的体。啊死！不是癫痫，还精神瞎呢？你是十八代同人？你是溜了 ？Q 啥？咬死了！你跑！干啥呀？你是不是去了？你不是干护理的吗？感觉你不像是干护理的。那我是干什么的？我感觉你是干黄色的，你是。为什么说我是干黄色的？啊，你打个游戏都给自己打，差点给他打高潮了，谁顶得住？那不是一激动吗？你说就忘了吗？
哦，挺好。看到我的位置没有？来，漂亮漂亮漂亮，这个击飞那是相当的漂亮，射、啊、爽舒服，还有一个。哎，你别搞啊，你别搞，你再搞，你别，老板，你不要搞啊，再搞受不了了。我没搞，妈。哥哥，完了。哎呀，能不能追一下？哎呀，我是啥玩意儿？这是，我靠，这谁？我操！这你们看手机打，你们看手机直播那。搞外放，人家还有上，他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不敢上？这个旁边的人以为你还在看那个小网站呢。我靠，这是啥呀？这是，我靠！你为什么要去上？你别搞黄色，你搞黄色，我退单了啊！你不要搞黄色啊！你我他卖我啊！你二个鸡眼，他卖我啊！啊！你别叫了，你不要叫了啊！再叫我退单了啊！别叫了，别叫了。我没叫，他不是卖我吗？我问你不要，你现在叫一声，我就退单了啊！你不要叫了啊！我不叫，那我不叫了。也正常一点，我好死也不叫，我发誓，我不叫。那我不叫了，哥哥，那你背一下我 ID 先叫。老板是正儿八经的，你其实平时接单就是这么接的呀。平时老板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你讲话正常一点。你是不是吃了伟哥跟我接单的呀？女孩可以吃伟哥吗？我打个比方呢，你正常一点。我们俩玩游戏互动。你看大龙还被偷了，你他妈事业不做，你在那边叫来叫去的叫啥呢？叫个锤子你再叫。再交给你来一刀，再交。给我哪来？给我心脏来一刀吗？你把视野做一下。你们两个人什么意思？谁让你们两个走的？是谁让你们两个？走吧，走吧，走吧。妈，大招差一秒钟，真的是吐了。怎么打不过呀？感觉打团，我感觉秒不掉对面 AD 啊。200的护甲，我操，这个人 ADC 会出装的，操了！你再叫我给你来一刀，再叫你那个臭妹妹啊，还在叫，跟个神经病一样。没有叫啊！你给我发张照片，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是何方妖孽，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视频应该不是你。你等一下，我穿衣服啊，我穿衣服，给你拍一张，剩下的我都给你发以前的吧。行。穿衣服，穿衣服啊！衣服要穿起来。看把你冻的都叫起来了。嗯，没有啊。兄弟们，这个小姐姐太会叫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职业病吧？可能之前干过那种色情服务的，这个职业病没改过来。刚刚穿了一件给你。你装什么呢？你咋比塑料袋还会装呢？这是你，你把脸遮了，你说你是刘德华，我也信啊。没化妆啊，今天怎么办嘛？这是你啊！我信你个鬼啊！你这个头遮了，你说你是范冰冰，我也信啊。嗯，再给你换好吗？你要真不信，我今天非得让你信，知道不？这人就死犟。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那个网络骗子。你应该是长得应该不好看，然后呢只能通过这种语言上的撩，懂吗？才不是呢，等会儿。不是，你是不是手机给你发好吗？等一下。还欺负我。欺负你，你别搞网图来糊弄老板，或糊弄老板，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我自己长这么好看，我要长毛飞至来忽悠你。